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十二日，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立陶宛方面表示，因为审查问题，应该把中国手机都扔掉，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报道，立陶宛国防部建议消费者避免购买中国手机，建议人们扔掉他们现在拥有的中国手机，因为一份政府报告发现这一些设备有内置的审查功能。 立陶宛国营网络安全机构在周二表示，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在欧洲销售的旗舰手机具有审查“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或“民主运动”等词汇的内置功能。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在报告中表示，小米十 T 5G 手机软件中的油温功能在欧盟地区已经关闭，但是可以随时远程开启。 国防部副部长在介绍报告时告诉记者：“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再购买新的中国手机了，而且也应该以适当的速度把已经购买的手机都扔掉。”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近期出现恶化。上个月，中国要求立陶宛召回其驻北京大使，并表示在台湾宣布在立陶宛代表团将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后，立即召回驻维尔纽斯的特使。 台湾在欧洲和美国的代表团使用台北名字，避免直接提及“台湾”一词，以避免中国的怒火。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周与立陶宛总理通话，强调在面对中国压力时支持立陶宛。 同时，网络中心的报告还表示，小米手机向新加坡的服务器发送加密手机使用数据，并表示中国华为手机也出现了安全漏洞，但是另外一家中国制造商 OnePlus 的手机却没有发现。而华为在波罗的海代表则告诉当地媒体，其手机不会向外发送用户数据。 报告表示，小米手机的系统应用可以审查术语清单，目前包括四百四十九个中文术语，还在不断更新。报告表示，这不仅对立陶宛，而且对所有使用小米设备的国家都十分重要。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治有关的消息，在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双开的消息。根据通报，王立科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入党，三十多年，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 通报还说，王立科在政治上毫无原则，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投机、攀附贴靠，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纵容默许亲属利用职权便利谋私，腐化堕落，大搞钱色交易，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 根据来自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通报中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政治上毫无原则，长期安排多位公职现役人员为家人提供服务等表述，此前十分罕见。而这一位当时主动投案的副省级领导，还被批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王立科是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一九八零年参加工作，早期在辽宁省内基层公安系统任职，曾历任锦州公安副局长、葫芦岛公安局局长,长、葫芦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辽宁公安厅副厅长、大连公安局长、大连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而他在二零一三年三月南下调任江苏省省,省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当年十二月又当选江苏省副省长，跻身副部级。二零一五年，他出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厅,厅长，一直到二零一七年。而在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指王立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并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下来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跟中国时政有关的消息，一起来看到来自香港《明报》的报道。被外界看作是所谓习近平最神秘的秘书的钟少军，有消息传出。而《明报》指出，在习近平身边的亲信中，除了他的大管家、中办主任丁薛祥外，就是在浙江拥随他出身、贴身秘书的现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少军中将。 他被称为习近平在军中的监军，掌管军委主书机要。而同时，明报指出，在明年二十大前后，他是否更上一层楼引人瞩目。仿邓小平、江泽民大秘潜力，如果钟少军晋升上将，也不过是时间问题。 报道表示，二零零六年四月，得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身边缺一位秘书，已是省委组织副部长的钟少军毛遂自荐，不惜降级借调去做习近平的贴身秘书，从此搭上仕途顺风车。《明报》文章写道，他后来跟习近平到上海，再随习近平进北京，历任中办副局级秘书、正局级秘书、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组,组长，一直担任习近平的贴身大秘。而二零一三年开始，钟少军挂上。 大小军衔，出任副军职的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军委主席办公室主任。二零一五年又升上军职，晋升少将。二零一七年八月，原军委办主任秦生祥升任海军政委，钟少军则坐镇军委办主任，跻身副战区职。二零一九年又晋升中将。而文章还介绍，近年来凡有习近平出席的涉军场合，都可见钟少军出席，担任习近平的监军。 报道表示，钟少军可能在习近平任内上位，有可能在二十大即上不候补中委，或者是中委，在五年内再调升正战区职务或颁上将军衔。在为您关注到的是军事有关的消息，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美国媒体 Axios 的独家报道：联邦执法机构正在从中国公司购买监控无人机，尽管五角大楼已将其视为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 文章介绍，美国特勤局是最先从总部在深圳的大疆公司购买监控无人机的一家单位，而大疆公司在美国和国外的商业无人机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根据行业出版物 IPVM 获得并与 Axios 共享的采购记录，美国特勤局在七月二十六日购买了八架大疆无人机。 而这是在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大疆产品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三天之后，季度显示，联邦调查局几天前还购买了十九架大疆无人机。大疆生产的一系列消费产品非常受欢迎，虽然这些产品被用于个人和商业目的，但是也要求用户下载大疆专利软件，并使用有可能被远程监控的地图数据库。 围绕这些产品的安全问题已由来已久。大疆方面坚持认为，所有这些担忧都是毫无根据的。而在2017年，国土安全部以适度信心表示，大疆正在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和执法数据。2019年，同样使用大疆产品的内政部担心中国政府入侵，停飞了其非紧急无人机机队。而在去年，有彭博社报道，大疆向中国新疆安全部队提供监控技术，商务部将大疆列入出口黑名单。 而参议员卢比奥则表示，大疆的网络安全漏洞是有据可查的。他曾要求与中国政府有关的承包商进行更严格的安全审查。卢比奥表示，鉴于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公司的了解，任何政府机构绝对没有理由使用大疆无人机，或者是任何其他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所制造的无人机。 在为您关注到的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有关的消息。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起诉侄,侄女玛丽·川普和《纽约时报》有关于纳税记录的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周二对于他的侄女玛丽·川普和《纽约时报》提起了一亿美元的诉讼，声称他们参与了阴险阴谋，为该报获得普利策奖的财务调查获取他的纳税申报单。 在纽约提起的诉讼表示，《纽约时报》的记者进行了广泛的争取，以获得川普的机密税务记录，并表示被告参与了一个阴险的阴谋，获得机密和高度敏感的信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些记录，并将其作为一种手段，使他们公开发表的作品虚假的合法化。诉讼还表示，记者这样做是出于个人恩怨的动机。《纽约时报》三位记者因对川普家族财务状况的调查，在二零一九年获得普利。 普利策奖，普利策奖委员会表示，报道揭穿了川普自创财富的说法，揭示了一个充斥着避税行为的商业帝国。报道表示，川普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中获得了四亿多美元，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欺诈性税收所获得的。玛丽则是川普的长兄弗雷德川普二世的女儿。弗雷德在一九八一年死于酗酒引起的并发症。 在纽约提起的诉讼表示，《纽约时报》的记者是出于不良动机而获得川普材料。二十七页的诉讼表示，《纽约时报》记者不遗余力地寻求侄女玛丽·川普的帮助，说服他把记录从律师办公室偷运出来，交给《纽约时报》。而《纽约时报》记者在推特上面回应表示：“我们敲开了玛丽·川普的门，他打开了它。我想，这就是我们说的新闻工作。” 而川普的侄女玛丽·川普则表示，他的叔叔是一个失败者。他说：“这是绝望的表现，墙正在四面逼近。他现在正在向墙投掷任何他认为可以坚持的东西。正如唐纳德的一贯作风，他正在试图改变话题。” 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十三日，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的有关消息，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 CNBC 的报道。 拜登总统的气候特使克里表示，将在未来几周再次访问中国，试图在他所描述的拜登和习近平本月早些时候富有成效的通话基础上再接再厉。克里在今天接受节目采访时表示：“我相信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将在某个时候会面，我不知道是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将在未来几周回到中国跟进与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谈话。” 根据来自 CNBC 的介绍，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在九月九日通过电话进行了九十分钟的交谈，这是二月份以来的首次讨论。而克里的评论是在拜登和习近平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讲话后的第一天，双方各自宣布将帮助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拜登总统在周二上午的演讲中说，美国将把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增加一倍。而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则发言表示，中国将停止在国外建设燃煤电厂。目前还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停止对燃煤电厂的所有参与，包括提供融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发布会上表示，正努力从相关部门了解有关于习近平计划的更多细节。 克里在几周前刚刚访问了中国港口城市天津，与天津的有关方面进行会谈，包括中国方面的气候对等特使谢振华。克里在周三表示，如果中国不加入这一努力，我们就无法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目标，也就是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最后，您关注到的是跟 CPTPP 有关的消息。 就在中国提交 CPTPP 入会申请一周之后，台湾已经申请加入该组织，使得两大对手在加入组织中出现了对立局面。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台湾总统府的官员周三告诉媒体：“我们今天下午正式提交了申请。”而台湾贸易政策高级官员证实，申请已被送交新西兰外交贸易部。中国和台湾几乎同时提出的请求，正值双方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刻。 中国政府经常向第三国以及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和商业企业施压，希望孤立台北，不让台北以自己的权利参与国际事务。而《金融时报》文章引述贸易专家表示，尽管中国和台湾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这是让两国都参与贸易协定的先例，但是现在北京的权力和政治扩大力要大得多，使得二者的 CPTPP 协议在政治上趋于复杂。 同时，这也将引起已加入 c p g p p 成员的担忧。如果不能够迅速同意中国加入，或者决定让台湾先加入，可能会引发北京的更多经济胁迫。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华尔街有关的消息，一起来看到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今天通过了一项新规，根据规则，经过两个月的公众评议，所有总部位于当局拒绝让企业遵守美国监管机构司法管辖区的公司，将被视为不符合规定，有少数例外。虽然法规没有明确提到中国，但是显然对准中国。中国当局以国家保密法为由，拒绝提供设在那里公司的审计结果，而该规则的最新通。 果是美国为实施2020年底成为法律的追究外国公司责任法所迈出的最大一步。根据新法，在美国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不交出审计结果，就将面临退市。 文章介绍，美国已禁止科技公司与商务部黑名单上几十家中国公司开展业务。司法部又将几十家中国企业列入了另外一份黑名单，因为他们被指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美国投资者被禁止交易这一些公司的证券。而在本月，美国商务部的官员则表示，今年对向中国出售敏感技术采取惩罚性行动已飙升至近六百万美元，而一年前该数字只有六万美元。 在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军事有关的消息，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一位前外交官表示，中国因审查其在冲突中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和军事盟友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在九十年代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裁军事务大使，现已退休的沙祖康还表示，中国加入与美国、俄罗斯的军控条约只是时间问题。 根据周三公布的演讲稿，沙祖康表示，中国在一九六四年首次获得核能力，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从而占据道德高地。但是他表示，现在是北京微调这一政策的时候了，以此来对抗美国在地区越来越多的军事存在，并表示美国已将中国视为一个主要对手。他表示，随着美国建立新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在我们周边地区增加军事存在，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正在加剧。 沙祖康表示，中国应该对大多数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保持不首先使用的承诺，但是无条件的政策不适用于美国，除非中国和美国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谈判达成共识，或者是美国停止采取任何破坏中国战略力量的措施。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恒大有关的消息，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的独家报道。 文章介绍，恒大的总资产是二点三七万亿元，而总负债近二万亿元，有五千七百一十七亿元的有息负债。恒大主要通过推迟对其供应商的付款来设法降低这一数字，但其实只是把负债转移到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部分。公司仍有严重的财务问题。 文章介绍，房地产公司通常有大量的表外负债，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是财经调查发现，恒大是隐藏其资产负债表的高手。他采取了各种方法，将债务伪装成股权和尚未支付的收购。集团对其资产负债表外的债务并不透明，因此到现在都很难评估问题的规模。文章介绍，房地产行业人士表示，像恒大这样的开发商需要在项目早期注入大量资金，此时合并资产负债表将导致其表内负债增。 增加，因此恒大想出了各种办法，把在建项目从资产负债表中排除。一旦项目开放预售或现金流转正之后，开发商通过股权转让再移回资产负债表。 财新网报道了恒大投资计划的纠纷，面向了高管和员工，让我们看到了恒大的巨额表外负债。根据恒大计划，通过销售理财产品投资的四百亿元超速保基金，通过信托计划被输送到了好几个房地产项目中。第一批资金被投入到恒大的两个改造项目中，而通过财新的调查，仔细观察其中的一个项目，就可以发现恒大是如何将资金从其资产负债表中保留下来的。恒大向深圳的一家公司提供了十点。 五亿美元的资金，同时又向另外一家实体提供了一百零七亿元，用于收购深圳一家公司百分之一百的股权。同时，这家公司的一家全资子公司也在交易在内，交易包括接管相关负债。而根据恒大的计划，这个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又被委托给了恒大地产集团，这意味着恒大不需要把项目列入其资产负债表，因为在注资时，其与该项目之间不存在名义上的股权关系。 财新调查显示，恒大以类似方式利用资本杠杆收购了其他十个项目公司的股权，但是这些项目却被排除在恒大的资产负债表之外了。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英国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 CNBC 的报道，英国政府今天发布了让英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十年计划，寻求与美国和中国抗衡。所谓的国家人工智能战略旨在促进国家企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吸引国际投资进入英国人工智能公司，并培养下一代本土科技人才。 英国数字文化媒体体育部部长表示：“今天我们正在为未来十年的增长奠定基础，制定战略，帮助我们抓住人工智能潜力，在塑造世界治理方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表示可能会向上未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行业分配更多投资资源，比如能源和农业，还将对英国研究人员和组织的计算能力可用性进行有关审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1998年到2017年期间，美国提交的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大概有五万份。其次是中国，在同一时期提高了四点一万份，而英国的申请总数则不到两千份。观众朋友们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九月二十二日，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